这是什么鬼地方啊？谁跟那指腹为婚了？奇葩，你身为我的王妃，口口声声都是别的男人，你将本王置于何地啊？谁是你的王妃？你有什么想要的东西，想完成的事情，本王都帮你实现，只要你留在华舍。我只想回家。此时不应，何时应？刚哥，宫中正事不？奎木狼，我跟你拼了！让一个男人放弃一个女人，最好的方法就是让他看到这个女人已经心有所属。大王，看看这些菜，多绿啊！为了化兽，我必须留你在身边。好啊，我阅遍所有画，发现这个方法最有效。大王，我就是要让奎木狼知道我如此顽劣不堪，给我摘下，不守规矩。这么多个奎木狼，也太可怕了吧！本王不喜欢。好让他打消娶我的念头啊！大王，请用膳吧。好吃。这你都能忍？本王为了灵珠求他真心，没想到反而是本王先深陷其中了。奇葩，我所有开心的事都是与你一起的。我问你，愿不愿意跟我在一起？我愿意啊。刘建大人，你是我见过最勇敢的女孩。你别跟着我。你就做你自己，我就喜欢这样的你。看看身边的人，幸福触手可及。李雄，你找我？你怎么走路跟奎木狼一样都不出声音的？